妈妈现在这个情况，住在医院里头恢复，恐怕得很长时间。要不，你就到这儿来上大学，这样既可以就近照顾你妈，又不耽误学习。我要去新加坡上大学了。你有病啊！你妈不是把你推给李尖尖了吗？给你吧。你妈不是不要你了吗？那你还照顾她干什么？小橙子是你妹妹，李尖尖就不是你妹妹吗？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